我是文杰，现在武汉不是封闭管理了吗？都是要求在那个小区里面团购。那现在我已经参加了那个团购了，第一次买到那个肉，我现在要去自提一下。我是12号，为了避免说话，我就写了一个纸条，先过去吧。那个前面就是自提点了，社区的自提点，这里是封的那个出入口。七楼到底贴？七楼的，你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。还没来是吧？还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在哪里看那个人名呢？我们没得来分呢，没得发。请问这个是不是那个，一百四十那个楼楼层的？12号。拿来。对吧？好多。我刚刚已经提到了，那个有一共有30份，这个每一份是140，回去看一下这些肉的情况啊。自提的话，从我出门到回来一共5分钟不到。那我现在就把那个所有的东西消毒处理一下，拿进去了。刚刚把今天拿回来的所有东西都用那个外包装用巴氏稀释消毒了。看今天团购的菜的话是，一共是140，有这个蒜香排骨，有2份。还有这个1公斤的五花肉片呢，1份。还有像这样的叫西装鸡，这个鸡有2份，一共是140。然后你们觉得那个小区里面的140的那个团购划算吗？可以留言讨论一下。今天到这里了，拜拜。